以热血动漫搭配人物养成为主题的《神士一闪顶上决战》推出繁体中文版喽！玩家扮演的是神士们的教练，带领主角们一起对抗慧灵，拯救世界。战斗方式采用回合制，玩家可以对角色下达指令战斗，有点像是精灵宝可梦的感觉呢。偶尔还会出现特写画面，可以观赏自家神士的帅气动作哦。游戏搭载了独特的养成系统，玩家也可以为每个角色量身定做特训的内容。在训练过程中会触发小事件，学习各种技能，自由培育出属于自己的神士。等到特训完成之后，角色就会变成战斗角色，就可以风光的带出去见见世面咯。游戏里还有每周更新的漫画，看完后还可以领取红水晶来抽卡，真的是一举两得呢。